师大高材生，居然好声音。夏天真的到了，热度破表喽！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我现在就读于师范大学四年级，我的主修是声乐，然后我的身高是160公分，体重48，三围34G、35、35，兴趣是唱歌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直撞，有点紧张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哦。男子C撞球首战西组赛程，昨天邀请到了师范大学的高材生萱萱，出任最受注目的举牌妹。外貌神似艺人类似的萱萱，不但学历高，身材更是令人赞叹。18岁高中时期就有居罩杯的好身材，就算是曾经减肥8公斤，内衣罩杯也不会缩水。相较于平乳系女生，当然也有缺点啦。萱萱买内衣时最困扰了，因为如果是一般身材，内衣不过2000多元，不过萱萱是居罩杯，必须买法国货才能衬托傲人上围，价格也贵了一倍。这都是值得的。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举牌，萱萱却毫无声色感，举手投足间都相当专业哦。各位苹果读者大家好，这是我最后一套洋装，是蓝色的，然后比较能够呈现出我的肤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工作终于结束了，虽然有点累，不过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来直撞哦，拜拜。对了，萱萱的主修是声乐，清唱一段是一定要的。我真的懂，你不是喜新厌旧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候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到我粉丝团按赞哦。豆新闻桃园报道。